命运你漠河水族合族全灭，全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好女儿，是她不自量力，竟敢染指属于我的名业。杀！伤我子民，先问过我的剑。这河里怎么专养出些麻烦货色？你也不问问自己几斤几两，也想和我争？走，去保护父王。是是。抓住他！老棒妖，你修炼了数千年，在我的锦雾灵下却连百招都过不了，还妄称什么王，真是可笑。你那儿子倒是有些棘手，不过最终还不是败我手。千欢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自然是来清剿妖邪的。听闻你们漠河水族勾结魔神私藏魔器，你可知这是河族尽灭的大罪？不过若你肯主动交出魔器，我便只惩首恶，放你们漠河水族一马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漠河水族一向安稳度日，清清白白，怎么会勾结魔神？这御家之罪，上清神域就是这么行事的吧？我们上清神域庇护三界，如何行事是你这种下贱小妖可以智慧的吗？你究竟为什么要害漠河？难道你忘了当初漠河还庇护过你和明夜？是啊，我与你们漠河无冤无仇，难道是图你们穷酸，图你们一身妖气，还是图你们这些一吹就碎的珍珠啊？少女，此事要不要先问过战神？你什么意思？毕竟她也算是漠河的女婿。漠河的女婿？当初这窝棒妖嫌恩图报，逼明夜娶了那个泥巴味的小棒妖，明夜根本就不喜欢他，已将他休弃。这窝棒妖究竟哪里来的脸，居然敢与明夜攀亲戚？可此处全无魔气痕迹啊。那是你们蠢笨未能找到魔气，不代表他们没有勾结魔神。怎么，你如今已经杀了漠河这么多的水族，现在想起来做个好人了？听我的，是这窝棒妖勾结魔神，虽未找到魔气，但他们畏罪反击颇为可疑。总归一切都是这精怪雕化，天兵反击是为了自保。放心吧，明夜是不会怪我的。我和哪有什么魔气，我看分明就是你有心魔。你嫉妒我的女儿嫁给了明夜，你就栽赃陷害她。我嫉妒她？腾蛇天生就是灵兽，我身为腾蛇一族的圣女，为何要嫉妒一个没眼见没见识的小棒精？你们知道吗？那时他妖气发作，我假意为他调理，在那泉水中兑了弱水，还骗他说是什么滴水泉，他竟然不知，还傻呵呵的忍痛浸在水里。千欢，你如此歹毒，定遭天诛地灭，不得好死！今日你漠河水族河族全灭，全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好女儿。是她不自量力，竟敢染指属于我的名业。